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下午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就我们跟上午讲的一样，菩提心是我们的所有的修心的核心。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比如说这一生我们只修了一个菩提心，其他什么都没有修成，只是菩提心修成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修心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这样子。所以大家以后在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菩提心就作为一个终点，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修菩提心。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心，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听这个课呢？我们下定决心，我要成佛。我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想利益众生，想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所以我要成佛。为了成佛，我现在要听今天的课，就是要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好，然后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这个课，我们讲的课就是一个极致的修法。然后呢，在这个极致的修法的后面呢，会有一点这个智慧深观这样子的修法，所以呢，这个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极致的修法，但是呢，开始的时候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极致，所以极致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今天我们上午也介绍过了。极致的修法有特别特别的多，像南传佛教当中也有，就像比如说数呼吸啊，还有不净观呐，就把自己的身体全部变成了这个骨骼，然后呢，不单是自己的身体啊，人的身体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了这个骨头，全部都是骨骼，这样子的这个观想的方法，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烦恼当中的欲望，也有这样的方法，方法很多，南传佛教的这个方法呢，都在这个清净道这个当中了。然后清净道一样的就是在那个居舍论当中也就介绍了这个全部的这些修法都是非常好的修法。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像禅宗那就是修禅修禅宗的禅修呢必须要开悟。它不仅仅是一个极致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这个禅修。然后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们上午也讲过了，尤其是在密法里面呢，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极致的修法。但是大致上这个可以分两类一个就是有相有相，一个是无相。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无相极致，所以它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没有办法再简单这样子的程度了，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呢，我们不要以为方法简单就是这个结果就不怎么样，方法特别特别复杂这样子的话这个结果是很好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像我们越是先进的这些电器它的操作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越是比较久的这些电器的这个操作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个方法简单这不代表它的结果不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个最简单就是因为它是简单所以它是很直接所以效果是只要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好虽然有我们依靠这个唐卡佛香或者是依靠这个声音外面的声音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就依靠这个味道
然后呢收去摸这些东西，然后就是看这个根据依靠这个触觉来修这个机制，有这样子的方法非常的多，就是依靠外面的这个声音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光啊这些方法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直接去看自己的心不是通过外面的，就直接看自己的心就是在这个当中修禅修，这个是有简单有直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听，或者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去看，这样子的话就是觉得感觉上就是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比较容易用功看到一个目标一样。然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听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然后我们是想立看我们的心，但是心也就看不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目标这个时候呢就有点觉得就是不知所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没问题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首先大家理论上要明白我们的心往里去看他自己的时候呢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看得到，最多就是会发现他的这个活动一个念头升起来了，然后呢一个念头呢他现在消失了就是等等就最多就看到这些而不会听到什么声音这个佛像这些都是没有的因为不靠这些直接去看，这个就是很直接的，就像禅宗就像禅宗不理文字直至心心一样，比如说直接就知道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如果能够证悟的人，就是说比较根基比较成熟的人，就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了，直接就开悟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开悟的但是呢也就是比较类似因为它没有太多复杂东西，心静下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下功夫的话，效果是绝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样子。那今天我们上午呢大家尝试了这个十分钟尝试了十分钟我们现在下午呢继续再讲继续讲。首先我们打坐的时候心就不要往外面去思考把这些思考的这些东西全部就是放下来就是让它自己沉淀自己沉淀下来。那这个时候他往里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看到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现在我的心就是有一点就是空的感觉空的感觉，空空的，就找不到什么东西这样子。这个时候呢知道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可以了，这个感觉到就可以了，不要去跟着这个空去分析这个是不是证悟空性呢，这个是不是这个般若讲的这个空性呢，这是不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呢是不是大圆满的这个智慧这样子一分析了以后一判断了以后呢，然后就杂念就开始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这个杂念就这个动摇了我们的这个禅定它就干扰这个禅定。所以不要感觉到这个空的时候知道现在知道是我的心，就是像我们去看这个天空虚空的这种感觉就是空空的，那就可以就在这个感受上就是安住下来就可以，不需要去思考有些时候呢就是觉得有一点清澈透明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
也是啊，就知道就可以了。现在心的本心，我的心啊，就是他的这个本质啊，我感觉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再去分析啊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光明呢，佛心呢，是不是这个这样子以后呢，一产生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一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禅定的状态了。凡是心里以起心动念啊，然后这时候呢，已经啊把这个平静的状态啊已经打破了，已经打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思考，感觉到它是空啊，也不要观啊，感觉到它就是比较清澈透明这样子，也不要去观啊。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是在这个当中听下来，尽量的保持啊，尽量的保持住这个感觉啊，这样子可以。然后就不要啊跟着这个念头走啊，如果跟着这个念头走了以后呢，那就不需要走很远了，只要有念头起来，一起来啊，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到的是不是空性啊，这样子的念头一起来，然后就已经啊打破了这个平静的状态，没有平静的状态了。所以这种念头都是不可以有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感觉都没关系啊。就是上午我们也讲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就是感受自己的心的时候，心意识的时候，就有一个知觉啊，有一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体会到啊他的这个状态啊就可以了，就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啊，然后不要去分啊，这个不要有分别心，比如说啊这个不对，我应该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啊另外一个状态啊，现在这个状态有应该是不对的，我要找另外一种状态啊，这样子的话就不是这个不是这种极致啊，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照啊，不需要照什么，就静下来就可以了。要照啊，那是后面的啊，后面的我们去修空心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去照啊，需要去观察啊，这样子。但是呢啊，现在这个时候呢啊，不需要拿到什么结果啊，我的心是这样子那样子啊，不需要这样子的结果，就静下来啊就可以了。在这个当中尽量的啊时间啊稍微久一点，尽量的这个停留的时间要久一点，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心就逐渐逐渐的会平静下来啊，这样子的。好，我们现在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啊，大家毗卢伽伐，我们盘腿，然后呢手啊就是禅定的手印啊放在肚脐下面啊，胳膊张开，然后呢身体端正啊，头稍微往前啊低头，然后呢眼睛啊就是往前往下看啊，不要闭着眼睛，半闭的状态，然后呼吸呢啊很正常的啊，很轻松的自然的啊呼吸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大家感受一下要专注啊，要专注，要专注啊！我们首先就不要说我的心应该是这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心，那样子的心，那这样子就不对了。那我们不需要找什么啊，就是在这个他自己的本心当中沉淀下来就可以了。他本心是什么就什么啊，我们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慢慢的让它沉淀，沉淀以后呢啊，然后就在停留，尽量的就停留在这个当中啊，然后就注意啊它是什么样子，但是不要就感受就可以了，不要去观察啊它是什么样子，是这样子，是那样子，这样就不对的啊。现在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啊休闲尝试一下啊，五分钟的时间，大家看看我们的心啊，它的本心当中啊沉淀下来，就看到感受啊，就是只有一个感受，感受到就可以了啊，这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啊不需要找，只要感受到啊，感觉到，体会到它的存在就可以了啊，体会到它的存在就可以，它的存在也许是一个比较空的感觉，也许是一个比较明亮的感觉啊，都没关系啊，就是有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体会啊，去感受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当中停留就保持啊，尽量的这个保持。好，我们现在开始，大家关注自己的心，大家平静下来。
好，差不多。好，我们这个短短的五分钟当中，我们尝试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上有十五分钟的，加起来就已经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并不是要修出什么结果这个不可能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结果。今天是我们要把这个方法要学好把方法学好。方法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随时随地什么时候都可以自己可以打坐。这是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有三种情况三种情况会发生。那三种情况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打坐的时候都很真诚心很平静没有太多的障碍效果不错感觉很好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了。那另外一个状态呢，就昏沉昏沉，特别的困昏沉，然后一大坐的时候就开始昏沉我们有些时候大坐的时候一大坐就开始昏沉听课的时候呢，一开始听课一专心就开始昏沉这样子昏昏沉沉的，虽然还没有睡着没有睡但是呢就是特别的模糊大坐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感受这个叫做昏沉。那昏沉的时候呢要把它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这样子下去我们就比如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就浪费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打坐的时候第三个这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呢就是不是昏沉就是太多的这个杂念特别特别的多特别多特别多的杂念就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就出现很多的这个杂念。那这两个情况都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修心如果是初学者来说那么是刚刚开始打坐，所以刚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呢所有都是这样子。我们前几天在新加坡也讲过了，这个禅修就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当中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地堆的状态，地堆地堆就是我们的念头跟我们就是在斗争地堆这样子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功必须要战胜它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意识它就会它就是会经常给我们制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勇敢的这个对所有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个别的人，不是某一个人就是对这个法没有因缘，没有因缘等等，不是这样子业障深重都不是这样，都是这个很正常的情况了。所以有很多的烦恼杂念出来，那杂念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这个修法呢，就是杂念它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个念头它当它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知道它也是我们的心它也是我们的心，杂念也就是我们的心然后呢这个时候看这个杂念它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出来的，我们就盯着它也就不要去这个控制不要去控制，然后呢也就不要跟着他走不要跟着他走，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打坐一个杂念出来了以后呢看他
怎么出来的，出来了以后呢，他往哪个方向走，就看着关注，一关注他的时候一关注他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他会消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当做一个旁观者旁观者。平时呢，我们从来把我们的念头跟我们从来都不会分开的把这些念头我们永远都站在这个念头的这个立场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呢，有些时候生气的时候呢，就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不懂得我跟这个杂念分开我们平时就是我自己站在这个念头的立场，所以最后就是就最后就导致心里不舒服这样子的烦恼。那现在我们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把自己当一个旁观者当一个旁观者，打坐的时候呢，让他出来出来，那出来了以后呢，看他怎么走看他干什么。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呢我们的这些念头都是这样，尤其是不太强大的这些念头这个就是我们不关注它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会它就会无限的去这样子发展然后它一会有香，这个香完了有另外一个，再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的次第没有任何的这个次第，它就是东想西想这样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呢，就是我们一关注它的时候也没有让它停下来，就是关注它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呢，它自己就端掉了它自己消失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意识它的这个自然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一个自然的规律看到它就没有了看到了以后就消失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控制了，或者是故意的把它克制住这些都不是，这是看到这是一发现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会消失的。然后消失了以后呢没有消失的时候呢，就看看它怎么走也不要就跟着他走也不要去控制他，就让他让他随意的就是让他自己自由自在的去这个发展但是他不会发展的，就我们一关注他的时候，他立即就会消失。然后消失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继续关注它消失之后的消失了以后的这个状态安住在这个状态。然后它出来的时候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也就看这个念头的它的这个活动它怎么活动，它往那个方面走这样就可以了，就知道就可以。这两个有念头的时候知道它出来了，然后消失的时候呢消失了以后消失，现在消失了，那消失了以后呢知道就可以。这就是这个始终都保持一个明白然后感受到发觉，就是一个这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它出来了我现在怎么办，应该怎么样去控制这些念头呢都是不能有的。那这样子消失以后呢看这个它消失之后的这个状态它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在一个空房间，我们打坐的时候呢有一个老鼠出来了这个有一个老鼠，有一只老鼠出来了，老鼠出来的时候呢不怕老鼠的人呢就在大佐看他去哪里就也不说什么了让他自由的去自由的去自由的活动但是老鼠如果他没有发现的话，那就他就在这个房间跑来跑去他一发现了以后呢，发现这里有人那就他立即就会跑回
就是这个老鼠洞啊，这样子，这个我们的念头呢，就跟它是一模一样了，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啊。我们怕老鼠的人呢，啊，就是老鼠出来的时候特别紧张，啊，这个老鼠会不会跑到我身上啊？啊，这样子啊，不怕老鼠的人呢，啊，就是一动不动看着老鼠走在哪里，然后呢，一发现老鼠，老鼠一发现以后呢，啊，自己就回啊，自己跑掉。啊，跟这个一样，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就是像一只老鼠一样的念头出来了啊，不懂的人就开始紧张了啊，我念头出来了，我要控制它啊，这个我禅定的时候，这个打坐的时候，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念头呢？如果念头不控制了，那就是啊，我不能修禅定啊，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怕老鼠的人一样，不怕老鼠的人呢啊，来了就不管他呀，就是看着他。同样的，我们懂得这个修行的人呢，啊，一只念头出来了，没关系，让它出来。出来以后呢，就看它去哪里啊，这样子一关注了以后呢，就当被老鼠发现了一样啊，然后它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啊，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它没有了以后，这就念头啊，就是空了啊，空心，就觉得自己证悟了空心。这当然不是，这个不是真空性啊，这个所有的念头都是这样，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人啊，他也就关注一下，所有人的心都是一个规律啊，一个规律，所以它消失了啊，消失了以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消失之后的啊这个状态，那这是一个啊念头出来的时候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如果念比较强大的这些念头呢啊出来了以后呢，我们需要有其他的要采取其他的措施啊，因为这些念头呢，可能我们去看一看它可能不会啊消失，然后呢对我们的有一定的影响啊，就需要采取措施啊，不采取措施的话它不能啊自己消失，又这样子啊，有些不是很强大的啊，这样子的念头呢，那就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做，看到就可以了啊。这个，然后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和消失之后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啊，平衡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感觉到啊，就是唯独就是一个感受而已啊，现在出来的感受，但是没有去。去想啊，这个可不可以出来呀？怎么样控制啊？都没有去想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识呢，就感觉到它出来了一个念头，消失了以后呢，我们也不要去想啊，不要去意识，我们的意识不要去想啊，它现在消失了啊，刚才出了一个念头了，现在消失了啊，也不能这样子去想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有我们的心理啊，就是开始。产生了这个波动啊，波动啊，就不是禅定了。始终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他自己一个念头出来了，这个消失了啊，但是呢，也可以平衡啊。难道我们一个人是不是有两个意识呢？一个在波动，一个在平衡呢？也不是啊。但是我们的意识啊，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奥秘啊，平时我们不太清楚，它就有这种。功能啊，这个我们自己感受感觉的时候啊，我们感受到这一切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完全是可以一个心呢，就是如如不动啊，比如说有几个小孩啊在旁边玩啊，那么另外一个老人呢啊就在那里啊带着啊，就看看这些小孩啊就怎么玩，但是他也就不去控制这些小孩啊，然后他也不鼓励他们去这个玩小孩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管他就是在那里待之一样。我们的意识呢，它就是始终就可以平衡一个状态平衡如如不动的。但是这些念头呢，它就像小孩一样的又出来了，消失，出来消失，出来消失，这样子，他明白了以后啊，这个不是理论上的明白啊，知道了以后啊。就是发觉或者是感受感觉到了以后呢，然后这些慢慢的就消失以后呢就很少就这个出来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发现，发现了就消失，发现了就消失，就是这样子，他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控制它，只是感觉到了以后它就会消失的，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大家可以体会，可以亲身经历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状态，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大家再打坐再打坐五分钟看我们这个五分钟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些念头出来如果出来的话呢，那就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就是不要去控制它让它出来，出来了以后就看着它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的话这个也不一定是很成功但没关系理论是这样子方法也是这样子，这个方法是完全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好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所以做不好不是这个方法不对，方法我们可以以时间证明，然后呢我们自己稍微投入一点的时候就明白这个方法是很有用的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大家用五分钟的时间用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尝试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念头那也没关系，我们没有念头呢我们就安住在没有念头这个当中，如果有念头出来了那就看它让它自己消失。好，这样子我们现在大家开始身体的这个姿势我们前面讲的一样毗卢伽法。好，我们现在开始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来修禅修。
好，我们五分钟的时间。好，我们然后呢，这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还有几个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几个问题呢，让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上午的时候呢，也就提问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了啊。那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这个坚持啊，坚持这个禅修啊？这禅修的时候啊，就是有需要几个注意的地方，也就是几个方法，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啊，经常听到的就是几个问题呢，一个是很多很多的人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心静不下来，特别特别多的杂念，这个怎么办？这个一个问题啊。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很多人说我们观想的时候观想不清楚，这怎么办？就是这两个问题了。那一个问题呢，这个观想的问题呢，我们上午已经给大家回答了，必须要先看后想啊，不要一开始就想，一开始想观想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感官当中，眼睛和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是很非常清晰的，它看到的都是非常清晰。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它想出来的全部都是概念啊，抽象的概念的，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都是模糊的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的意识去想永远都想不出来的，想的不会那么的清楚，所以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啊，这样子就会清楚了。这个已经讲过了啊，上午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之前的这个像回灯之光的这个文题文答这个上面呢，之前也就这个问题问过很多次了，也回答过很多次，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杂念这个我们现在，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打坐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跟我们的念头啊，跟我们的念头在斗争啊，斗争的过程当中了，斗争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挑拂它啊，要降服它啊。那降服呢？现在我们都是对立的时候呢，敌对的状态，在这个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啊，现在刚刚打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念头啊。就冒出来给我们做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啊，这个是很非常非常真诚的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啊大作的人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什么思想准备呢？大家不要以为啊，大作就是一大作的时候就会静下来的。不要这么简，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大坐的时候呢，一大坐的时候就是会很多很多的念头会出来的啊，时候就是比我们不大坐的时候还多啊。但是实际上不是比我们不大坐的时候多啊，就是我们不大坐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去关心它多和少的问题了，所以就感觉不到有无数个念头，我们从来也不关注它。所以就没有发觉，现在就是稍微开始关注的时候就发觉了，哦，原来它那么的糟糕，发觉啊，不是更多，而是发觉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要看它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正常现象。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舞蹈演员啊，像这个跳芭蕾舞或者是其他舞蹈演员，开始这个锻炼的时候啊，那身体上各个地方的受伤，各个地方的特别特别不适应疼，就是要这样子。小的，比如说我们磕个大头啊，一天磕个几百个的话，头几天的时候呢，身体各个地方都很痛啊，很不适应啊，这样子。然后就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以后呢，然后慢慢慢慢就适应了，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一天磕几百个
都没问题了，最后就比较轻松啊，这样子的。这样子啊，这个都是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像西藏人啊，他们就磕长头去朝拜，磕长头去朝拜的。那么磕长头去朝拜，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头几天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艰苦，特别的不适应。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如果不磕头的话，就不磕头这样子走路，就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就不会走路这样子的啊。人的这种适应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稍微能够吃一点点苦，这样子的话，那就后面呢都适应了，都很正常啊，都会变得很正常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大家想修心的人啊，都要有一点点勇气啊。面对这一切啊，不要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简单，然后打坐就有很多念头的时候呢，然后觉得我没有希望了。这个也许是我业障深重，也许是我对这个法啊没有因缘了啊。其实不是，也不是业障深重，也不是没有因缘，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像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啊，这些他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充分的准备啊，这就是这个低堆的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是最艰苦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然后就是适时阶段啊，适时阶段就是失去它的失力啊，谁的失力呢？我们的念头的失力啊，现在看起来似乎它特别有失力啊，力量特别的强。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呢跟他这个斗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他的力量就会失去，他的失力就是会失去的啊。失力失去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也会念头会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去控制的时候呢非常的容易啊，很容易控制。然后这个念头呢虽然有，但是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障碍啊，比较容易的这个控制啊，这是第二个阶段了。然后第二个阶段过了以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亲友啊，亲友阶段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啊一样，特别特别的听话啊。比如说我给他安排一件事情啊，他一定会做，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啊。比如说我现在要修菩提行啊，然后我要给我的医师让他就去修这个菩提行啊，那么他就一直都修。比如说像我们的电脑啊，就给他一命令啊，他做什么工作，然后他一直都做这个工作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的医师呢，因为比较就像这个也同时呢，他有点像这个大象的驯服一样啊。大象一开始的时候呢也很难驯服了，最后的时候呢也就特别特别听话，让他干什么活他就会干啊，干这些活啊。同样的，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比如说让他修菩提心啊，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当中啊都没有杂念，一直都修，一直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上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修行就已经非常非常容易了，非常容易了。第三个阶段了啊。第四个阶段就叫做自解脱啊，自解脱就是这个念头，比如说不好的念头啊，它冒出来了，但是呢立即它就自己就解散了，自己就解脱。解脱的意思呢自己就不会坚持啊，消失了啊。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啊，自己就这样子消失啊。所以我们打坐的人呢就是要这样子经过这个四个阶段，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念头啊，这个是特别的正常啊，这个是特别正常，大家都不要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啊，正常现象。好，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后面是什么样子，然后再什么样子，这个心里有数啊，心里有数。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搭组的时候啊，搭组的时候这个有几个方面啊，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刚才我们搭组的时候，我们的心在看我们自己的心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有三个啊，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搭组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的心啊去关注他自己啊，不要像别的，不像啊以前这样子去像思考外面的东西。现在外面的东西啊不需要思考，就看你自己啊，这样子让他专注自己啊，这个叫做安住啊，安住九诸心啊，九诸心从一到九有九个方法。那这个当中的安住心，安住就是首先啊让他去关注啊自己啊，这个就是安住啊，这个就是大坐的开始。然后安住了以后呢啊，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啊许主心啊，许就是积蓄啊，积蓄连续积蓄。我们现在啊已经关注了他自己了啊，但是这么啊几秒钟他就会又会跑神啊，又会跑神走神啊，所以我们要让他啊停留的时间要久一点啊，希望他停留的时间要久一点啊，这个我们要自己要想办法啊，就大坐的时候呢尽量的让他不要离开这个状态啊，这样子，这个叫做许主心啊，许主心。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专心的话啊，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呢他已经关注了自己了，但是如果我们啊一散乱啊，他立即就会离开，会跑神啊，什么时候跑神的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了十分钟过去了，然后呢都没有大坐，就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状态，都没有发现啊有这种问题。所以啊这个时候要尽量的啊要让他坚持啊维持现在的状态。但是我们再坚持也好，因为是初学者啊，他只能停留一点点啊，很短很短的时间，然后他又一定会抛掉，这就是他的这个啊自然的这个状态啊，他一定会走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现啊，发现他走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把他拉回来啊，第三叫做结主心啊，暗主心、虚主心、结主心。这个九啊，这个九主心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宪宗、密宗所有的佛教啊都在讲啊这个九主心啊。九主心里面的后面的这些呢我们先不着急啊，就最重要的，对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三个方法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啊这个结主心的意思呢啊，我们这个抛舍了啊，走舍了，走掉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就发现了以后又把它拉回来啊，拉回来让它继续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这样子反复，这三个要反复的这个啊轮流。比如说啊，先是安住了啊，安住了以后呢尽量的继续啊坚持，然后泡掉了以后又把它拉回来又让它安住啊，安住了以后呢又啊让它坚持啊，坚持它走了以后又把它拉回来啊，这样子，这三个方法就是一直都这样子这个循环啊，整个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最后的时候呢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坚持的时间比较长啊，开始的时候呢他只能停很短很短一段时间啊，就会走神的跑神的，那个时候一定要拉回来啊，这三个九诸心里面的三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在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视频啊上面呢曾经讲过很多次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自己去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时间的关系啊不讲很多。这是
我们整个的禅修当中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三个方法，没有这些方法以后呢，我们禅定怎么禅啊？大家搞不明白，这些过程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啊，清清楚楚，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做事情就做得好啊。任何一个事情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时间的事情啊，先做什么啊？啊，做这个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时候我怎么处理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要注意那一些方面啊？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清清楚楚的把这些方法啊自己心里掌握好啊，然后呢，到时候啊我们禅定的时候呢，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这个调伏自己的心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禅修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什么都不要想，静下来，能做到吗？当然做不到啊。谁能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能坐下来？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办呢？又没有什么方法呢？这些非常具体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必须要，这些书上是有的，但是书上讲的啊，这些都是也是比较啊书面的啊，这样子的理论比较侧重点，就是理论上啊，具体的打坐的时候的这些啊方法啊，我们在自己打坐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啊，体会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啊。好，三个就是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还有一个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个就是我们任何一个禅修的这些指导书啊，引导的书里面都会讲啊，正智和正念啊，正智正念啊，所有佛教都讲正智正念，正智正念有很多不同的正智正念啊，不同的领域当中有不同的正智正念。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禅修的正智正念。禅修的正智正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这样子打坐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关注自己的心啊，这样子关注自己的心，停下来的时候啊，停留下来的时候，然后正念啊，正念是什么意思呢？不忘掉啊，不忘掉，念就是念，它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相念，比如说我们过去的事情再一次想起来了，叫做相念，念这个字啊，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关注了自己的心，那现在也一直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不让我们的心里消失啊，不让它消失，一直把这个状态啊一直在我的内心当中啊，不让它消失啊，那这个叫做正念啊，正念就是不失去目标啊，就不允许把这个目标失去了啊。目标失去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是离开这个，已经它都已经走掉了啊。这个正念啊，就打坐的时候呢，很精神的啊，高度专注的去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状态啊，就不要离开，或者是我们的心就不要离开它，一直都停留在这个上面啊，高度注意啊。所以禅修的时候呢啊，一方面是特别要注意的，一方面呢也不能特别的紧张，所以呢这个就是静和松啊要平衡啊，这个要自己把握，高度紧张的话也不行啊，太随意的话也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啊，要正念啊，正念的意思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就是高度的注意，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啊不要失去啊，不要丢掉啊，这个就是正念。然后正智啊，正智呢，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啊，正智是始终都非常清晰的指导他的状态啊，感觉他的状态。状态是什么呢？现在啊，有没有失去这个目标啊？啊，现在有没有离开了这个目标啊？现在有没有跑神了、走神了呀？啊，就是这些，这个整个的过程啊，过程就是就清清楚楚的
啊，这个叫做政治，政治。那这个过程的清楚啊，清楚是什么意思呢？啊，佛经里面讲，比如说放牧的人啊，放牛、放羊、放马啊这样子的这个人，他们就不会走到啊羊群的这个跟前啊，或者是牛群的跟前啊。他呢，比如说这个放牧的人，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把牛看好啊，让牛和羊啊保护好啊，比较远的地方啊。如果到跟前啊，牛和羊都会跑掉的啊。所以呢，离得稍微远一点，远一点啊，都在眼里啊，就看好有没有啊，这个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狼啊之类的来啊伤害啊，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吃到草、喝到水啊，比较远的地方去啊，就宏观的去看。那这样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我现在有没有走身呢？我现在有没有抛身呢？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心里一想起啊，一有这个念头呢，那就是抛在牛羊的跟前就一样了啊。这样子一生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实际上啊就破坏了这个状态了啊，所以就不能直接的去想啊，现在有没有这个抛身呢？现在有没有这个包吃呀？啊，不能这么想啊，就是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就是它有一个升起的功能啊，升起的功能，升起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监督自己啊，可以检视啊，检视自己，监督自己，除了我们的意识以外，是没有办法任何人在监视我们。比如说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监视自己啊，这种监视自己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意识在监视啊，我们的这个无知不会监视的，我们的意识在监视。然后平时呢，我们的意识在监视我说话呀，啊，我吃东西呀，我做事呀，但现在啊，它就是监视自己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它不是监视我说话、我做事，就是监视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呢，在打坐的时候，心非常的平静啊，平静的状态当中安住，同时他就特别的清楚我现在的状态啊，清清楚楚的。这个他就像一个玻璃啊，就像一个玻璃一样啊，玻璃它是透明的，透明的也可以看得到啊，通过玻璃外面的东西也可以看得到啊。然后玻璃的这个里面啊，它的这个玻璃的啊这个结构它有多厚啊，这也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正念啊，这些都是我们愿将啊，有些时候就是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大家要去体会啊，体会了以后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这样子啊。这是语言，我们讲的都是大概的啊讲，因为最不好描述的就是人的这种内在的感受啊，这个是不好描述啊。外面的物质这东西有多有小，大家可以去衡量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很好描述啊，很好形容啊，但是内在的感受是不太好形容，尤其是越深的地方，是佛陀最后也就没有办法，就说不可思不可言啊，留诸坦经啊，经常也就讲啊，不可思呀，不可言呢、啊？为什么不可思呢？为什么不可说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语言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方便大家沟通啊，所以就这样子的目的就祖先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让他去说一个根本不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范围，就是远远超过的东西，让他去形容哦，就是他有难度啊，这是就是他本来就是不是做这个的啊，所以很多时候都难。啊，所以呢，要体会啊，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意识他自己检视自己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啊，大家自己去体会啊，体会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很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始终要保持啊这个正念和正智啊，正智正念啊，这两个不能丢了。如果这两个丢了啊，这两个丢了，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放牧的人啊，这个放牧的人不在了啊，那怎么放牧呢？啊，这个牛啊羊啊啊，那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到时候没有办法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放牧的人他走掉了啊，那么他没办法放牧，没办法保护，没有人保护了。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先这个真念和真智他们两个啊失去了啊，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禅修就会乱套啊，乱套了以后呢，连没有一个人的告诉我们已经乱套了啊，连我们知的我不知道这个乱套。发现不了啊，所以啊，这个当中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五个啊，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啊，这个方法，然后呢，最后的两个正智正念，这五个啊，轮流该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啊，需要用什么时候就需要用什么啊，就是花滑的人一样啊，花滑的人呢，他有。喜的这个字逼啊，有除的逼啊，有很多很多的逼啊，他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逼就该用什么样的逼，这样子他画得很漂亮啊。这样子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啊可以用，那么该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的可以啊可以驯服调服。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有一个是，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就是有些时候特别特别的散乱啊，特别散乱，那特别散乱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其他的几个简单的方法呢，在之前啊这个视频里面呢讲了很多次了，我们今天就不再不再重复了啊，大家自己去自己在视频上。学就可以了啊，有一个要给大家讲啊，有一个是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特别多的杂念啊，特别多的杂念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啊强迫，不能强迫，这个时候要停下来啊，不要打坐了啊，不打坐啊，然后停下来，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我们去念经啊，看书啊，做别的事情啊，这时候就不要打坐。如果这样子强制性的让他修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他会叛逆的啊。如果他一叛逆了以后呢，那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麻烦。最后呢，我们根本就这个对这个禅修啊特别的反感啊，特别反感。就是看到这个大坐的地方的时候，心里头就是反感排斥这个大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禅房，在禅房大坐紧都不想紧这样子，最后就他攀你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强迫让他停止，就不要大坐了就大坐结束回向就可以。另外一个呢，我们刚刚也就提到了这个昏沉昏沉特别的严重然后有几个方法，有几个简单的方法，这个大家网络上看视频，然后这些方法用了都不管用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也同样的也就不要强迫了就大坐就停止不要大坐了不要大坐，去走一走磕磕头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好一些这个时候是不能强迫这两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原不知道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特别的用功然后呢这个散乱或者是严重的散乱和昏沉的时候就甚至是恨自己一定要打坐，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最后就是根本没办法修所以这个需要有方法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请大家记住另外一个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感觉特别好的时候
既不昏沉又不散乱，这散乱在佛教里面叫做掉聚啊，掉聚就是我们的心呢、就到处乱跑这样子。那这两个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的时候，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停下来啊，这时候要停下来，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啊。那我们很多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感觉最好的时候要停下来呢？感觉最好的时候不就要坚持吗？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啊，初学者啊，初学者，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啊，主动停下来的话，那么再过一两分钟以后呢，然后啊，由其他的念头产生，然后被动的啊，要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啊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停下来的话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啊，然后每一次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停下来的话，然后下一次我们对这个禅修啊特别的感兴趣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比如说两个人聊天啊，聊得特别开心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分开了啊，然后呢？下一次就特别想聊天啊，就明天就打电话来聊天喝茶啊，这样子。如果两个人啊聊天聊聊聊，最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最后大家都不想聊了，再各走各的啊。下一次打电话又不接啊，说没有时间啊去喝茶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修心也是这样子，需要有诀窍啊。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呢啊，又立即又去打坐啊，打坐又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又停下来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就我们对这个禅修啊又特别的这个感兴趣啊，有动力，特别愿意去修啊，这个也是一种诀窍啊。这个佛教就这么接近300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印度的这么多的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个年代最有智慧的人，这些都是去学佛啊，去研究啊，就这些了啊。然后呢藏传佛教的啊，然后汉传佛教的，就这么多的人，几千年啊去做这个事情，就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大作的内在的这个经验，这个是科学家没有的啊，哲学家没有的。现在我们的大学里面的任何一个教授啊，再厉害的，他们都没有，非常的缺乏这些内在的这种经验啊，没有经验。他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的知识，有很多的基数啊，有很多基数，但是呢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在的这些经验啊。这个经验就是佛教这么几千年下来啊，就累积了特别特别多的啊这种经验啊，这个都不是在讲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这都是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啊，锻炼修心啊得到的这个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啊，无数个人的经验，最后就是过滤过滤过滤，最后呢就是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啊经验，然后就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啊修心的，就是一条路，把这个就是作为一条路，然后呢给我们啊就是治理一条这样子的路，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那对我们的禅修啊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些大家要记住啊，这些是我们禅修的时候一定要有的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人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心静不下来怎么办呢？当然是静不下来的呀，没有这些方法啊，就是一个强制性的这个方法啊，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让我的心静下来，静不下来的，没办法静下来的啊。所以然后这样子越强迫它，它就会越烦你啊。最后呢我们叛逆了以后，这个没办法解决了啊，最后就是长时间啊，他一叛逆了以后呢，很长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大坐了没办法大坐，然后就不能恢复所以要善巧方法，善巧方法啊，这个非常的
中药，这些都是很重要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机制的部分了啊，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呢啊，是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非常平静的时候啊，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一个内容啊，加一个内容，加什么内容呢？这个时候再去想想，哎，我现在是在我的心啊，在看我的心啊。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到底谁在看呢？啊，就谁在看谁呢？啊，所看的是谁呢？啊，谁在看呢？啊，这两个是什么样？到底它是什么呢？啊，刚才我们没有啊去思考谁在看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心啊，然后他去看啊，就是这种啊。但是现在呢，看看。啊，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啊，刚才是比较表面的，然后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看呢？啊，我虽然是说我的心去看我的心，那到底我的心是什么样子呢？啊，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再往深处走一点，一看啊，一看的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什么结论的，嗯。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悟了啊，开悟都有可能的，嗯，那开悟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这个啊，般若波罗蜜多讲啊，般若波罗蜜多是般若十颂啊，这个里面就讲，比如说人们都说啊，我们看到天空了，我看到虚空了啊。人们会说啊，我们这样子看过去这个房间的空间啊，我们说啊，看到了这个空间了啊，这个下面有人啊，上面就有天花板啊，这中间就没什么了啊，这是虚空啊，我看到这个虚空，人们就会这么说，嗯，但是虚空看到了是怎么看到的呢？啊，实际上就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了啊，这叫做看到了虚空，实际上。我在这个空间啊，人下面的跟上面之间这个当中，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跟我看到了虚空啊，这两个表达的方法和形容的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啊。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关注的时候，在稍微往深的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呢，立即就发现啊。然后原来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心在看心呢，就是一片虚空。一样啊，一片虚空啊，就禅宗啊，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万里无云，万里清啊，就是说我们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啊，一看啊，然后这个万里无云啊，一点点的云都没有的时候呢，万里清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啊。其实是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心啊，根本找不到一个我的意识啊，所看的和被看的和就去看的啊，这两个啊，实际上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已，实际上没有一个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一切啊都是就啊万里无云万里晴啊这样子，这个时候感觉啊是完全是虚空啊。内在的这个空啊，这个意识就完全是一个虚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初步的了解到了啊，初步的了解到了这个真悟了。那那个时候呢，有些人会害怕的啊，有些人会害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啊，大家在这个房间，如果这个中间啊有一个。比如说像下水道的啊，这个工作井啊，这样子盖把这个盖子啊盖住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盖子一打开，哦，原来就不是一个下水道，原来就是全部都是虚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发现下面都是空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害怕，马上把这个盖住啊，不敢看啊，这样子就看到内在啊，这个都是空性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啊，就是怎么会有一点点这么微微的啊这个恐惧啊，但没关系的啊，没关系，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该怎么本来永远都是他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没关系的啊。
不需要这个害怕啊，不需要恐惧啊，进一步的去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次发现啊，我们的内在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发现啊，原来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啊，喜怒悲哀这所有的东西啊，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我不想它的真实情况呢，实际上什么都不存在的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然后贪嗔痴啊、慢疑这些烦恼，所有的烦恼啊，本来他们就是就在这个啊，建立在这个执着啊这个基础上。现在执着啊就瓦解了，执着就不存在了以后呢，啊，所有的上面的烦恼啊也就会瓦解啊，最后就没有烦恼。那最后没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看周边的人啊，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没有知道，他们啊跟我过去一样，他们现在还那么执着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自己的执着，然后就让自己特别特别的啊痛苦。比如说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啊，过去我们做这个丝绸啊，丝绸的这个餐啊，这个虫，然后他口里面就吐出这个丝线啊，最后他把自己吐出来的丝线把自己捆住了啊，捆住了自己就死掉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执着啊，把自己就是紧紧的束缚在这个轮回里面啊，然后就是生老病死当中挣扎但是现在一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相处，实际上是不存在啊。这样子以后呢，那么自己非常明白了以后，他就特别的着急啊，着急什么呢？啊，着急这些人还没有明白，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啊，让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个啊，从这个自己的这个执着当中啊，要摆脱出来啊，我要告诉他们。啊，这个就是佛度众生啊，度众生。我们大乘佛教啊里面讲，证悟了以后呢，啊，证悟了以后呢，对众生特别有慈悲心啊，特别有慈悲心。那我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对证悟了以后，证悟以后就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为什么证悟了以后就对众生有慈悲心呢？证悟了不就证悟空心吗？空心就不就是没有众生吗？很多不理解的，但不是这样的。证悟了以后啊，证悟了以后呢，是没有众生啊。但是呢，因为众生还无明，还没有不了解，不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然后把自己啊就关在啊这个啊就关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一只鸟，假设啊，一只鸟，它自己做了一个笼子啊，然后把自己关在这个鸟笼里面一样。所以这个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然后就特别的这个希望他们离苦得乐特别的会有这个慈悲心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呢，这时候就证悟了，这叫做证悟。那么这个证悟呢，我们其实是随时都有可能的吧。证悟就是。真无跟我们的没有真无之间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薄很薄的东西隔阂的。比如说我们早起的时候啊，没有玻璃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窗户里面呢，就贴一张很薄很薄的白纸一样，但是这个白纸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去破坏它永远都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子，或者里面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么薄的一张纸然后我们有任何东西都可以穿透穿透了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外面。其实这个隔阂的这个东西呢，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不是它有一个什么很强大的力量了，就这样子但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发现我们认为轮回涅槃佛众生完全是十万八千里的这个距离，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是身就像密法
还有像大木珠石的这些禅宗啊，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没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啊，就像啊，就像我们收心和收背一样啊，收心就是佛，收背就是众生啊，就是这个一欢啊，就立即就是啊，众生就成佛了啊，那是不是佛就成众生了呢？啊，当然不是啊，佛不会成众生的，因为他彻底的觉悟了以后呢，他永远再不会回来的啊。所以其实这个中间呢、啊、我们的根基成熟的话，其实这个中间穿破这一点点，穿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先是出离心，然后菩提心，最后证悟空性，这一生当中完全是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有希望的啊。但是我们一直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啊看得把刚才我们讲的啊，证悟也就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啊，然后从来的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啊不感兴趣，我们对现实的东西感兴趣，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啊就是去做这些现实生活中当中的这些啊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学一点佛，那也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法会，最终还是为了健康长寿发财啊，就是这样子，最终还是为了这些眼前的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我们的学佛，也是为了啊现实啊，从来都没有想要突破解脱啊，没有这个勇气啊，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在这个面前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一个懦夫啊。如果有勇气啊，勇气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啊，我就可以啊，这个穿透啊，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我可以做得到，我没问题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学佛，然后一步一步出离心、菩提心，最后呢，啊，实际上这个中间的隔阂的东西呢，啊，就不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根基不成熟的时候呢，虽然就是一个很薄的一张白纸一样啊，但是呢这个白纸就让我们不要看到外面的啊。根基成熟的时候呢啊，根基成熟的时候呢啊，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了，手指头也可以把它穿透啊，然后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就是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学佛要照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啊，那么解脱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如果我们永远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层面上啊，那就一万年过去了，我们对解脱是没有任何一步都没有进啊，离解脱啊一步都没有走进啊，所以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啊，啊烧香拜佛当然可以啊，我们不是说缘啊本质上就否定了，不是这样子，当然啊，然后呢参加法会也可以啊，但是就我们意在的给大家说啊，就是鼓励大家去烧这个烧灼烧香拜佛，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的寺庙啊，也不要举行太多的这些东西，我们寺庙要维持这个道场需要一点收入啊，但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大家诚心实意的去弘法利生，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信徒当中呢肯定会有人愿意来扶持这个道场。如果大家认为这个道场有价值啊，那么主动有人来扶持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佛法啊，那么没有佛法，我们的寺庙没有办法传播这个佛法的话，那寺庙它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的价值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了以后呢，我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商业手段的活动来维持这个道场啊，那这样子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啊，这个每一个道场啊，不管是大小都没关系了，我们只要有正法啊。现在我们很多的道场啊，只有昌没有道啊，没有道啊，所以呢只有一个场所啊，场所这是一个场所而已，没有道，没有道，那没有道，那这个就跟这个高尔夫球场一样啊，这也是一种这个场所，但它没有道。
为什么叫道昌呢？就是因为有道，所以叫做道昌啊。没有道啊，那就是一个场所而已啊。所以这个场所这样子维持有没有必要，我们都要去考虑啊。然后任何一个道场啊，无论是这个南传的、藏传的、汉传的都没关系，只要有正法啊，只要有正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佛教徒啊，在家人当中，经济势力稍微好一点的啊，来帮助一下啊，这个对大家这个道场的存在对大家有利啊，能够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啊，那么对每一个人有用，对这个社会啊有用，对每一个家庭啊有用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啊，就来维持这个道场啊，那也。同时啊，自己也是积累福报，这么多的钱啊，是自己也是辛辛苦苦啊，这个挣来的血汗钱啊。那么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走带不走啊，这样子走了以后，这个我们就舍不得用，走了以后谁用也说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有点钱啊，有一点点这个能力的话，适当的来维持一下这个道场啊。其实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帮助别人，实际上在帮助自己啊，积累福报，给自己积累福报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很多道场里面的这些出家人呢，也就很轻松的去做啊弘法利生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整天就忙于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挥啊，发挥通过这个发挥啊，就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就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啊利益。那这个去维持这个道场，那这个是确实是啊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道场的问题，还有维持道场、扶持道场的问题啊，这些我们要好好分工啊。我们在家人应该去做什么，出家人应该去做什么啊？分工，最后就是合作啊，分工合作，最后大家一起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这个是我们的合作啊。分工就是出家人的话，那就是要去学习啊。修心，然后把这些所学到的修行的就传，所学到的修出来的结果传播给大家啊，让大家感觉到啊佛陀的智慧和佛陀的慈悲啊。然后在家人呢，如果有一点点这个能力啊，没有能力当然是没关系的，有这个能力的话，就适当的啊来扶持一下这个道场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最后啊，每一个佛教徒也就受益啊，然后呢，佛法也可以传播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非常理想的这个做法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呢，确实是非常的啊悲观啊，非常的悲观。我们这个道场啊，道场很多的道场啊，就需要啊这个扶持。啊，维持，那这样子的话，维持呢，然后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发挥啊，然后这个发挥里面呢，必须要有商业手段，没有商业手段，这发挥啊，又没有什么这个啊，得不到这个利益啊，没有利益，怎么去维持这个寺庙呢？其实这些很多东西呢，也不一定是啊，这个我们寺庙里面的僧人在用啊，其实也就是用来维持啊，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大材小用啊，如果是出家人不学习啊，不传播佛法啊，整天都是举办这样子的发挥，其实是浪费啊，非常的浪费。所以我们大家要把这个怎么样啊弘扬佛法啊，在弘扬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啊能够自己啊受益啊，能够更多的人啊受益，能够下一代的人受益。啊，这个我们大家要思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啊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可以提问题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进入答疑的环节。第一题，顶礼上师，刚才在跟随上师打坐的时候，眼睛如您所说观前面的下方，可是眼睛会累，一直想眨眼睛闭
闭眼睛，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眨眼睛是很正常，我们需要眨眼睛啊。这个闭眼睛呢，就不需要闭眼睛啊，就可以控制眨眼睛。那这样子眼睛就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就有开始流眼泪，然后就没办法打坐啊。所以我们眼睛啊，它这个眨眼睛呢，我们不要，比如说东看西看就可以了，眼球不要到处看就可以了。眨眼睛这个是正常的活动啊，这个不要去控制啊。眨眼睛呢，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啊，稍微比较啊，不要太多的这个强制，要慢慢的让自己适应。第二题，堪布您好。如果环境有点嘈杂，打坐时能用耳塞吗？可以用耳塞啊，可以用耳塞。我想，比如说我们开始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声音是有很大的干扰啊。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功夫以后呢，然后就这个声音就不会有影响。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办法，比如说依靠这个声音啊来修这个禅定，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声音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修禅定的一个条件啊，也有这样子的专门的方法，但是一般的禅定呢，是要避开这个声音啊，所以。用耳塞的话也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应该是可以的。好，接下来这一个题是现场的一个题。打坐时看到很多云，请问上师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云是吧？对啊，打坐的时候啊，不仅仅是云了，打坐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前有可能有些时候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的处理的方法啊，就是不要去理它啊，不要去管它，然后不要理它，不要理睬，这样子它就自生自灭，就没问题的。嗯，还有一个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不适应的现象，比如说头特别的胀啊、疼，还有就是有些时候就会就严重的话，比如说。就是控制不了嘴巴啊，就说乱七八糟的话会有这样，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有的，就是一般的情况下身体不适应啊，头疼啊，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有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打坐的时间稍微缩短啊，或者是一天两天就不打坐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好了以后呢，再开始打坐的时候呢，先打坐啊，打15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慢慢的这个延长，这样子。然后身体上的这些不适应，这个我们不能不理它啊。身体上不适应的话，那这个就是说明有一点点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要休息啊。身体上不适应的话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比如说。盘腿的时候腿有点点痛啊，这些都不算什么。嗯，就是有些时候就刚才讲的啊，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打坐以后呢，身体不运动，打坐的时候因为气流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有些时候就头特别疼啊，特别胀啊，感觉啊，然后就是会说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住的话呀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注意。要先稍微要听一下然后休息好了再这个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有些时候会出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感觉就是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那这些呢完全是错觉错觉，可以不理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它不要管它也不要在乎。如果在乎了以后它本来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呢一在乎了以后呢反复的去想这个事情，然后最后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了。它本来就是一种错觉，完全是可以自生自灭的，但是我们就一直的抓住不放啊，这样子的话最后就会变成禅定的障碍。所以这些东西啊，看到的时候就我们的错觉都是可以不离啊，总而言之啊，可以不离。然后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应呢，不是错觉啊，就是不适应，所以就是要调整，然后休息啊，这样子。接下来是网络的一个题，平时念咒的时候心不专注，请问该如何对治？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禅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心静下来，通过禅定心静下来再念咒是最好了。密法里面呢，它有这样子的方法啊，一方面观想佛，一方面修禅定，同时就是念佛啊。比如说净土宗啊，净土宗就是说一心不乱啊，念佛的时候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尘是什么呢？尘就是这些烦恼啊，没有烦恼，没有杂念啊，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就念佛。那这个就是，这叫做啊，这种念佛就叫做这个禅净啊，双运啊，净土和禅宗的一个双运的修法。就像啊，近代的这个汉传佛教的历史上啊，最出名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尊敬的，比如说像虚云啊，虚云大师啊，他的著作里都有的啊。这个就是心不乱啊，然后同时也就吃咒或者是念佛，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就比较难啊，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个，先修禅定啊，禅定有一定的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啊，然后我们通过禅定把心静下来，然后呢修禅定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四个阶段当中的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念佛，对阿弥陀佛啊和极乐世界啊，需要升起强大的信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一定会听我们的智慧，然后它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对阿弥陀佛的祈祷或者信心啊，一直都在这个当中啊，不会散乱，在这个当中念佛，就叫做一心不乱啊，一尘不染啊，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需要修禅定啊，修了禅定啊，就可以念咒的时候就不会有杂念啊。如果没有修禅定就难，很难的。好，接下来还是网络的一个题，堪布您好，为使禅修逐步加深，在家人在饮食、男女、睡眠等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和禁忌的地方吗？在家人禅修的时候啊，禅修的睡眠和饮食有啊，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特别的散乱啊，搅局，心根本静不下来。这个如果是长期是这样子啊，一天两天是这样子，这个正常现象。但是每一次打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跟我们的饮食啊，身体有关系，就吃一点中药啊，调整一下啊。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呢，有很多这方面的饮食方面的这个调整的方法，有很多这样的方法。然后比如说我们啊打坐的时候昏沉啊，就偶尔或者是一天两天是这样子，这个正常现象。但是长期每次打坐的时候都昏昏沉沉的，根本就提不起精神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跟我们的生理有关系。所以饮食方面的这个调整啊，或者是通过吃药啊调整一下，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有季节性的啊，比如说夏天的打坐、春天的打坐，像这个地方啊，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没有什么春夏秋冬了。那这个可能是不会有这方面的。然后其他地方呢，比如说四季比较分明的地方呢，夏天的这个打坐，然后要应该是什么样的饮食啊，然后冬天啊饮食方面怎么调整、怎么打坐，这些都是有要求的。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是不会 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应该不会有问题了这个。然后水面方面呢，刚才讲了啊，水面是不可以控制的，不能控制的。这个我们上午也讲过了啊，需要多长时间就睡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一般是啊六个小时左右啊就可以，就人体的需要的话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比如说七个小时啊，这个人体的需求呢啊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就可以满足了啊。如果八个小时以后再想睡的话，那就是睡懒觉啊，这个就是对修心的一种障碍了。如果稍语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四个小时，这个确实是人体就受不了。比如说我们在睡眠上面呢虽然节省了一点时间，但是白天打坐的时候啊，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呢，然后效果不好，所以呢还不如该睡的时候睡，该休的时候休啊，这样子比较好。佛经里面也是这个要求。好，接下来还是网络的一个题，请问上师能不能开示一种行住坐卧都可以用的禅修方法？有啊，但是这个一句话说不完的。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洞中禅的时候，对吧？就是首先啊，大家不要想走一个这个快捷的路，没有这样子的快捷的路了啊！我根本就不需要坐下来打坐啊！我随时的说话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我可以打坐，有没有这样子方法呢？有啊，但是要训练啊，训练了以后才有啊。一点都不需要训练，不需要锻炼啊！立即就是向打坐的时候就进入，向禅定的时候就进入禅定状态啊！这个当然不可能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所以我们啊，行住坐卧任何时候都可以，比如说包括啊深度睡眠的时候都可以打坐，而且开悟的人完全可以停留在深度睡眠的时候，都可以停留在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啊，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就叫做梦瑜伽啊，梦瑜伽，做梦的时候也可以修心，深度睡眠的时候都要修心。有没有方法呢？但是有方法，前提的条件呢，这个方法要去学啊，不但是理论上学，而且要做适当的锻炼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到时候可以用得上啊。这不就是开车也不就一个道理吗？我们去啊去这个在驾校啊去这个学习啊，先去学习它的理论啊，然后呢理论学完了以后还不够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开车啊，这样子以后呢到时候就可以开车了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有没有一个方法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学这个理论，根本就不需去学习就直接开车呢这个可能有点难啊。所以我们心主作我任何时候都有禅修，都处于禅修状态，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要学习要训练所以我们平时都是很多人说我在生活当中打坐我在生活当中打坐，很多人修生活当中修心这样子的话听得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都是自己不想打坐了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就不需要这样子打坐不要专门打坐，我就在生活当中修心生活当中怎么修呢生活当中心能够静得下来吗如果根本就不训练不打坐，然后直接就生活当中心能够平静下来，那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非常了不起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修心？当然有前提的条件是首先把自己训练好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可以用到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世俗的工作学习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我们上午也讲过了书法我们首先要去练练书法
连好了以后呢，然后到时候可以写出很漂亮很漂亮的字啊。不连啊，那怎么可能呢？没办法的。所以都是这样子，加彻啊，练啊这个书法，然后就是悟道啊，体育运动，任何一个事情都首先要去训练啊，然后训练好自己很熟悉了以后，然后随时都可以用啊，这样子啊，这个修心也不例外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修心的话，首先是乖乖的啊，大做修心，然后呢再用到生活当中啊，不要一开始就啊我不需要大做，我就在用到生活当中去修心，不可能的。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是，顶礼上师，请问阿赖耶识存在于哪里？阿赖耶识存在于哪里？如果是我们要给阿赖耶识啊找一个具体的位置，它是没有位置的，因为有具体的位置的东西呢，比如说物质啊，有形状的这些物质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位置啊。但是像无形无色的这样子的，我们的意识呢，它是没有具体的位置，具体位置的。所以呢，我们在身体上啊，比如说在大脑里面呢，在心脏里面呢，或者在其他地方啊，我要去找一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没有这样子的位置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它是一个无形无色的，它就是我们只能这样子将我们的意识呢，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全身啊，存在于全身。当然这个我们的意识如果它有一个存在，那当然在我们的身体上啊，不会在外面啊，这个我们都感觉得到啊。但是如果说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它就是就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位置，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全身啊，它都覆盖了啊，就是这样子。那再说准确一点，那实际上它是没有具体位置，因为它是无形无色的啊，这样子。好，那非常感恩堪仁波切。那现在我们下午的讲座已经圆满结束，请堪仁波切带领我们一起把今天的功德做一个回向。好，我们大家啊，昨天还有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啊听经闻法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功德的啊。这个就是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了，为什么要讲呢？就是希望大家去闻思修行啊，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闻思修行。因为我们不闻思修行的话啊，第一个佛教没有办法传播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自己啊，我们想学佛呢，我们大家也是希望从佛教里面得到一些东西啊，这个得不到，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不学习的话，我们光是烧香拜佛这一点点福报啊，就是也许是一万年以后，也许是几千年以后呢，会承受这个福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什么得不到。不要这样子，大家就是要学佛啊，要学佛就是要闻思修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在闻思修心上面呢，就花一点点的时间啊，那也有很大的这个福报啊。这个呢，我这几天都在讲，大家去看阅读一下大乘佛教的任何一个经典啊，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然后比如说我们啊，像《妙华莲华经》啊当中的讲的这么清楚了，就是我们去听经闻法啊，佛经里面讲，比如说我们就为了大家提心啊，这个上课啊，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吹这个海螺啊，吹海螺，那这个就提醒大家来上课这个意思啊。那佛经里面讲啊，听到了这个海螺的声音啊，海螺也好啊，敲鼓也好啊，或者是反正是什么样的这个声音，比如说这个电子钟啊等等，什么都可以，就是为了大家啊，表示我们现在开始听课了，就是表示这个时间到了啊，这种啊信号，就是什么样的声音，念这个声音听到的周边的这些鸟、昆虫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众生的心里都播下种子啊，更何况是来听法的人啊，
这样子啊，这个听经闻法的功德是根不根非常非常，这个跟烧香拜佛是没有办法比了啊。但是我们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当中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不能这样子了。这个烧香拜佛啊，我也觉得这个不是说烧香拜佛不好啊，佛我们怎么敢说啊，烧香恭敬佛啊，拜佛，像莲花《莲花莲华经》当中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路边啊有一朵花，那这样子一朵花我们摘下来啊，非常恭敬的心啊，丢在空中啊，我供养佛，那就哪怕这一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当然我，所以我们不会说烧香拜佛没有功德，不敢这么说啊。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啊，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出家人啊，佛教出家人都给大家提供这样子，我们比如说这西方东方啊，去了很多很多的道场，几乎都是一样的啊，就组织太多太多的法会啊，然后买很高的这个门票啊，然后就是烧这个偷香高香，这不就是商业化手段吗？一看就看得出来了。那我们道场都是做这样子啊，然后呢就到这个道场来参加的这些都没有，不是因为菩提心和这个出离心，不是来求智慧的，就是来求世间福报的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啊，大家必须要明白，比如说像日本啊，有几万个这个寺庙，很多寺庙都倒闭了，现在啊，很多很多寺庙就维持不没办法维持了，很多都倒闭了，很多的日本的乡下的这个寺庙，日本人自己都说啊，日本的寺庙只有动物没有人啊，就这样子，乡下的啊，城里面的这个寺庙香火很旺的啊，但乡下的很多寺庙都倒闭了啊，寺庙都已经倒闭了，关门了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当然，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呢。啊，主要就是这个寺庙啊，必须要这个里面要啊，能够解决人的心理问题的这样子的东西啊，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庙里面，它永远都不会倒闭的啊，永远都不会。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这样子我们所有人来扶持它啊，我们都不希望它倒闭，这样子它永远倒闭不了啊。啊，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给我们什么提供什么东西呢，那么大家也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这个扶持啊，然后最后呢啊就倒闭了啊。我并不是说日本的这个寺庙是这样子啊，日本寺庙倒闭的主要的原因呢，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乡下的人都到城里面去啊，城里面去了以后呢，乡下现在剩下的就是几个老年人啊，年轻人都到这个城里面去打工这样子，那么他们很多也就不会回来这样。那么原来呢，他们比如说一个村啊，就是七八户十几户就有一个寺庙了，那么现在这个人的变动就很大，很多人都走了以后呢，没有人供养这个寺庙啊，寺庙也就倒闭了，主要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当中呢，也有这个其他的原因，不排除啊。所以我们佛教徒啊，我们是真的是要珍惜这个佛的佛教啊，它是对全世界的人都有价值的啊，能够非常非常能够啊非常好的啊方法去服务这个全人类。这个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界限啊，没有国界啊，没有种族啊，我们没有说我们要为佛教徒怎么怎么样，没有啊，我们说全人类全中生命就是这样子，打破了所有的这个界限啊，给大家修慈悲心。然后如果佛教有一天真的有这个能力服务，他就会不会这样子分的，他会为所有人服务，为所有的生命服务，他不会说啊，我要谁相信佛教我就帮助谁，谁不相信我就不服务，这个没，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所以佛教啊，是这个尤其是对现在的这个年代啊，是非常重要。以前很多人觉得只要经济发达了啊，然后科技发达了啊，这个佛教也好什么宗教都是没有价值，完全不是这样子，恰恰相反，现在物质发达科技发达，然后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我们找不到精神支柱，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需要精神的支柱啊。所以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大家不要这个金钱不要看重太，不要太看重，我们出家人可以过简单的生活啊，然后呢寺庙呢也不需要太金碧辉煌，但是呢要维持，至少要水电费是没有办法不缴了啊，那出家人也得要吃饭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比如说啊，出家人呢去好好学佛大做修行，然后呢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啊，然后在家人呢啊，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稍微维持一下这个道场，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各做各的事情，就大家都有佛法啊，然后呢佛法也就可以弘扬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个啊收啊，这个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收礼，否则的话啊，就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反思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需要的。好，那么我们这个听经闻法的功德，我们要分享给啊天下所有众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们不分啊宗族啊，我们不分信仰，我们不分国籍，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听了，这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翻任何一个大乘佛教经典就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这样子，做不到那是我们人的问题啊，不是佛教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功德啊就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希望以我们的功德能让天下所有众生啊，不管是什么宗族，不管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生命啊，那么他希望啊健康长寿幸福快乐，然后最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啊，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这样子的心愿，我们最后大家来做回向。Sonam de ye dam cha zung ba nya dom ne ni be ra nam ban she ye ga nan chi wa lung chu ba chu bin zu lin zu wa zu ra shu om a hum ban zang ga zhe ba ma sa da hum om a hum ban zang ga zhe ba ma sa da hum om a hum ban zang ga zhe ba ma sa da hum om a